哇，啊，你也不看他爹是谁，还长得真快，啊，也不仔细瞧一瞧他爹是谁，啊，我个人感觉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啊，下午拍的牙膏发货了吗？下午拍的牙膏没发货，兄弟们，但是拍的木耳全发货了啊。牙膏不是咱家发货，木耳是咱们家发货啊，咱家是东北黑木耳啊，是咱家发货啊。第一个链接19.94元啊，我给你们瞅一眼，我感觉现在目前为止，我感觉小老大啊，在他们这里几个里头，应该说长得是最可爱的啊，在他们这几个里头，应该说小老大长得最可爱的了啊，我比较喜欢老大这种类型的啊，因为老大长得跟熊似的。他长得有点像，有点像那个啥，他长得有点像金毛，啊，不知道小老大长大能啥样，我感觉他比较好看，啊，再一个是谁呢？啊，再一个是咱家四迷糊，兄弟们，四迷糊，啊，为什么说我感觉他好看呢，兄弟们？啊，这小老三。这老三为什么说感觉四迷糊好看呢？啊，哎呀，因为四迷糊啊，他有黑眼圈，有一副与生俱来的。这他妈你俩谁是四迷糊呀？我想知道。啊，这个是四迷糊啊，这四迷糊我整不明白了。咱家四迷糊有一副啊。与生俱来的黑眼圈，兄弟们，啊，看不见，啊，他这个黑眼圈，我从来不曾见过，啊，眼睛里头啊，看看眼睛里头，不，你俩谁他妈是四迷糊呀？不是，我感觉你俩怎么太像了？这个你俩呀，啊，我有点不敢认呢。我看你坐好了。相信我第一直觉，因为刚才我抱着他，啊，他是迷糊啊，长得好看，啊，乱套了，认不出来了，哎，这老三跟小迷糊长得真像，跟四迷糊长得真像。咱家那个牙膏啊，兄弟们，咱家那个牙膏啊。